有白塔。我想奇怪，为什么越来越电越高？不是有白塔吗？他们怎么不抢呢？有、哎，我抢到了，最后从天而降直接跳、欸，哎。后来有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我刚刚绿色十字稿敲了我们自己家核心，但是核心提示没有出来、欸。绿色十字稿，我没看过他的机关，我不确定。啊、嗯，所以说如果我拿到别队的核心稿，然后敲掉自己家稿子，我们就无敌了吗？这就不确定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下一场可不可以试试看啊？就是不要那么认真打，就拿稿子来做实验的。好啊，那就那个疯狂模式，不要拿弓，先在中间交易搞高。好，中间是交易所。交易搞高。那就一样有白塔，中间交易搞高。好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作者就糗大了。被抓到 bug 了。对，而且这 bug 超级大。哎，我去厕所一下。好，好，记得还有，看一下、啊、他进攻是自己进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自己说进攻。好，疯狂模式，疯狂模式，哦、有攻禁用，我就记得有。哦，太巴西了，在射攻啊，对，白刃战。然后要先交易稿高，对，交易稿之后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状况。特殊玩法，对吧？那通话就一起啊，通话一起啊。哇、啊，这个没差，这个没差了。那我一开始给大家所有人给1000分算，好啊，1000分直接买，超快。来，等约回来。嗯，对，我是没差。咦？啊，没差，没差。嗯会转交易稿子，稿子，稿子。我叠。好，我买稿了，我买稿了。交易。那我买稿，对，我买，对，我买。嗯。你非，你为什么是买那个东西？啊？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感觉很凶哦，你是买金剑是不是？哇塞！你被怎么了？还没说开打，要交易稿稿回来碰掉家里。对啊，我们要交易稿子啊，交易稿子，然后回家碰到，然后才可以开始哦。嗯，哦好，那我有稿子，我有稿子。好，我到了。哎，是我拿的。哎，你怎么可以都拿？中间是这个自己要抢啦，来团团。和平交易，来和平交易。哎，不要洗稿了。哎、欸，被吸走了！汪汪，没在我这，汪汪，都在汪的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画面？好想把巧克力推下去哦！你干什么？所以你们的稿在哪？啊，我给你们、啊，已经丢哎，在谁呢？你们两个都有稿，我这里是紫色，哎，紫色稿子，哎、欸，紫色稿子。要给他们，对啊，对啊，紫色稿子是你们的、啊，来回去挖，回去挖，挖了就开打咯。好，我要挖到了，我要挖到咯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啊，哎、欸，我挖到了、欸，真的都没了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没有讯息，那这样、欸、不见了，我死掉看看，没有，你不用死啊，我们打死你就好了，不要好，打死他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复活，可以哎、欸，可以复活。哎、欸、哇塞！我这是什么屁哦、喔？那这是什么屁哦、喔？这是个 bug， 无敌耶、欸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打爆对方？好、哦，等一下，这羊毛鼠不能破坏啊！哎、欸，可以，哦，可以哦。啊哈，还是他们那个地方其实可能会有一个隐形的搞搞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嗯，已经开战了。哎我觉得会有个隐形的高高，会
啊！快快快快快，说不定可以打到那隐形的。来来来来来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什么都没有啊！烂透了，下去啊你！这游戏坏掉了，烂掉了，坏掉了！世界破解法，哇，破解了，都无敌了。完了，所以捡到别人搞第一个时间是赶快拿回家，拿回拿回家打自己的那个核心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哎哎，四出 bug 怎么办？对啊，这要玩他怎么玩了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个跟观众禁止这样哦。对啊，这个不能用哦，这个用了。如果看到你家的这个这样子，就直接把你，哎，你躲在这里，你躲在我家，直接伺服器清除之后，直接去你家玩哦。对，直接去你家玩了，真的。嗯，太霸气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怎么两个人过来了？两个变态！哎、欸，变态！变态！我只要你！等一下，汪汪一千多分了、啊！两个变态！打掉，打掉，打宝，打宝，打宝，打不完了！好多打宝，打宝，打宝！哎、欸，有药水耶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我买了，我买了。机械投降，很好很好，把你后面的女人打下去。我打不到，打不到。下去了你，八级。我的天啊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你居然穿过我的身体了！团团，你居然。不要折、啊、过来！我已经器械投降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贡献一把剑给你，我贡献一把剑给你们，不要打我。我觉得应该设定在那个不能拿到对面的方块、对面的稿子，拿到稿子要自动消失才对。对啊，照理讲应该是要这样子才对。没有办法，刚断线了。后来你们的结果怎么样？就是 bug 成功 ，bug 成功，跟我讲的一样哦。对啊，对。有人摔下去了吗？阿纪，打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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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生气了，生气了！打不到巧克力，换打别人。怒砍爆你呀、啊！这场该怎么办？这场该怎么办？这场可以直接那个吗？直接阿姨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巧克力，嗯，试试看。巧克力冲进去啊！对啊，冲进巧。巧克力在我们家，创造模式啊！结果，结果这张地图玩了这么久，玩坏啦！发现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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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之前都没有想到，莫名其妙就坏掉了。这地图坏掉了，就玩坏了。归功于汪汪发现了这一点，汪汪，真的不错啊，这汪汪啊，汪汪不行啊，太猛了，这个 bug 太大了，真的超大的，好啦，跟观众玩啊，啊，观众啊，哎呀，不可怕，观众不可以把别人的稿子拿去抄自己家的，直接算输，嗯，我有六个，六打六。嗯，没想不对啊，我刚不应该讲出来，我刚应该自己私下研究才对。哇！再被骂不行啊！不死猪有没有？哎呀，我难得给我的订阅用户一起玩啊，那个、啊、那个哈基你也可以给。哦，我这边也要给吗？看你啊。好，就这。这一个的群哦，就等一下会有那个、啊、四队就可以所有的，四队就是所有的，这一次是干爹场，干爹场，哎是这个，所以我要在下面，绿队的，绿队的密码，嗯，汪汪帮我关起来。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要求，对啊，为什么、啊？脑袋想不开吗？不是，用高级一点的钻石砖，满了，用钻石砖满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想烧他说，哎、欸，你烧太满了，你烧太满了、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谁
好了，一个失误，一个失误。啊！为什么要杀我？那、啊、你自己说要的啊。我没有说。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。差不多啊，意思差不多啊，这样就可以。我也要玩。哎、欸，好，你们先努力，我过去说说。恭喜抢到！啊，给你们，给你们1.8.7，进来呗！对决吧！对啊，等一下如果拿到我们稿，不可以打自己的哦，打自己坏坏哦。会告你们哦，1.8.7 IP 是这个，请勿外流，等你们啦，进来选绿队，不不，啊，嗯，哼，那面对这种干爹场，我们大概一次就可以赢了，哼，不要太小看干爹哦，完全瞧不起，不要小看干爹，欸、我们只要选紫色。啊，对 对米妹也是选紫色了你。哎、欸，刚进来就是两个女的，哦，都是女的，我出不去。哈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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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兹，不要不要，他们都是小队长，我不要哈兹。只有野生的观众才会哈兹哈兹。熟了就是我呸我呸。去紫色啦，去紫色啦，打死你哦，打扁你哦！你怎么对人家这样？他爆掉了，你打扁你哦！好坏。I don't know where am I？ 啊，他好像还在虚空中。真假的？嗯。对啊，他在那个吧？他在那个啊，那个啊，他在那个中。You 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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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演起来 ，You are in 那个什么东西、啊？去绿色啦，挂机友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啊，进去，被打进去了。啊，他这个吉西瓜好可爱哦、喔！米菲连人在受伤，进去了，绿色啦，绿色了、欸，为什么？绿色啦，绿色啦，色你为什么在受伤？啊，进去啊，进去啊，进去！哎、欸。他动了，他动了。为什么？哎，进去了，绿色了，进去了。进去，哎，不行啊，这个 snow， 这个雪还是在这里。雨月啊，做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我们来观赏，有记录的你可以看。水族馆的那个新的品种。对，我觉得他这样可能要让位了。所以米菲不会死掉，为什么？不会啊，因为他可以有什么恢复效果。对哦哦，一直受伤，结果不会死掉。这边，嗯，我再去给他们一个。哎、嗯，新来的你进来，雪，你看可不可以进来啊？如果真的还是卡，就让位吧。飘啊飘啊，等你哦，1.8.7，等你进来。等一下吧，我又开一个位置了。好、哦。看屁看啊！看屁看啊！你干嘛凶人家、啊？看屁看啊！超凶！超凶！嗯，哎、欸，吃西瓜哎、欸，他是企鹅哎、欸，他是企鹅拿西瓜哎、欸，你不觉得企鹅超可爱？对啊，因为企鹅都爱吃西瓜。好可爱哦！那我要那个切西瓜咯。好，切西瓜，要蒙眼切西瓜，对，对他切西瓜，那要拿斧头才对，对不对？他只是只小气了。哎、欸，他没有、啊，他帮我拿西瓜，他帮我顶着西瓜。哎、欸、哎，他没了，没西瓜了。哎、欸，变了，哎、欸，变成头上是钻石了，是不是？是要用钻石搞，要挖钻石。钻石搞，挖钻石，挖钻石。哎、欸，怎么挖不太到啊？钻石挖不起来。我们还有一个，好慢哦！等他等，还有人哦，来观赏这个新生物。新生物关在水里面，这个会咬人吗？什么？
会哦，会哦。你们在干嘛、啊？不要贴在这里看啦！比较奇怪的人呢、欸。好像看他有点不太舒服哎、欸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外面是水吗？不是啊，你外面，你外面是空气啊，你外面是两块玻璃啊，对啊，你外面是两块玻璃。丢什么？你爱吃的东西？我才不要。我对你比较好，丢河豚。马上封进去了，有一个新来的打进去，河豚被捡走了。开始了。开始喽！普通模式啊，普通模式。观众不要乱丢河豚啦、啊！你们要玩白塔吗？白塔，汪这场没有了。喂，好，我回来了。喂，是汪汪。你们这一场，你们这一场先。